我现在每天洗澡都离不开这个无印良品的洗澡刷了，不仅止痒，刷得还干净，刷毛软硬适中，一点沐浴露就能搓出很多泡泡，后背的疙瘩都减轻了很多，身上的油脂刷得很干净，洗完以后滑滑的，家里的沐浴球和搓澡巾都闲置了，没有用过的姐妹赶紧试试吧。